那能问一下，要上市了，您这身价多少钱啊？我个人能分5亿。哎，现在这帕萨特面试都这么高级了？啊，可能吧。我开始晚上出来开车是因为我晚上睡不着觉，后来晚上拉的客人多了，我发现他们都是有故事的人。这年头嘛，遇上真爱的几率本来就不大，那要是有钱还对你是真爱，可能性有多大？反正至少目前为止，我遇过的有钱人啊，人都特别自私虚伪、道貌岸然。这哥们要想买单了，赶紧帮我打个折，打个低折啊！33号桌买单。他刚才结账那会儿用的是一张黑卡，而且这种级别的 VIP 卡至少都是过千万的大客户，你都没有吧？哎，我问你啊，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实话呢？你这车根本就不是帕萨特，对不对？我前两天我看了一个新闻，一三轮车他追了一辆汽车的尾灯，赔了8万，就因为那车是顶配版的辉腾，长得像帕萨特的隐形富豪车。我一看那图片，就跟你这车长得一模一样啊。对，那个其实一直都是你在说这个车是帕萨特，我没说过。那你干嘛不纠正我呀？你说一会儿你要面试的那个公司叫什么名字？月展科技，我估计你也没听说过，说是一个刚成立不久的新公司。加油 ！Yes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您先走吧。哎，您先走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哎，等一下，不好意思啊，请问这个人是？您说中间那个，这是我们的 CEO 邹总。对啊。您认识啊？邹北业。对啊。